大家好，大家好。球为什么打？非常靠近好球带，但是是一个坏球。好球，打者还在等待吗？两好两坏。落空，这个挥棒太慢了，投手非常的稳，又是坏球，坏球，这个球打出去二垒方向的球，二垒是一垒出局，选的精准，坏球一颗。外角好球带，好球，早就应该要点出出棒，两好两坏，好球，打不到球，教练要伤脑筋喽。好球，打者还在等吗？球早就应该要盯住出棒的，选得好，这个球是坏球，这个球打出去是一个界外球，打击出去球，外野手行进当中接到了球，球投出，好球，角度通过好球带，打击出去，守备球员在追求，安打，安打，甚至安打，开启了全队的士气喽。角度通过好球带，这个球稍微削到了好球带，是一个好球。球打击出去，强袭球往游击方向出局。球员轻松接，球打者还在等待吗？球打击出去，强袭球往游击飞一垒出局。球没有打，让他过去了。球没有出棒，好球！这位选手今天看起来状况不错。这个球稍微削到了好球带，是一个好球。他的状况不错，表现很好。球飞出去了，游击手拦截住这个球。球过来了，球打出去了，很漂亮的安打，出棒用得很顺手，这选手打得好。下头小，这个球投了坏球，是个坏球。球怎么原地不动的在等待呢？好球，这个球放过了，这是一个好球，出局了。这个选手不错，精神来了。好球，没有出棒，放落空，打到这个球。安打，安打！今天这个打者状况很好，是吧？挥棒行云如流水，好球，经过好球带，好球，早就应该要投入出棒了。裁判
的判决很明确，停止。皮球点没掌握。好球，没有出棒。好球过来了，打者选得好，这是坏球。好球，怎么动也不动呢？这球够水准，打者一动都不动。坏球，坏球，这是一个坏球。好球，难道还在等自己喜欢的球吗？打者还在等待吗？挥棒落空，投手又燃起了希望。这在干嘛嘞？待会下去一定会被教练 K。有半个球的距离而已，但却是一个坏球。好球，早就应该要盯住出棒的。没有问题，这是一个好球。表现不错，这是坏球。三振出局，击球点没掌握好。坏球，这是一个坏球。好球，怎么动也不动呢？好球，这个球放过了。打击出去，球。盯上好球的防守，有这个选手，教练团就什么都不怕了。这是一个好球，表现不错，这是坏球。这是一个好球，打者还在等。三振出局，击球点没掌握好。好球，怎么原地不动的在等待呢？这是一个好球，经过好球带。投手很厉害哦，球的尾劲不怎么样。选的不错，这是坏球。好球，绝妙的好球。忍住了，这是个坏球。坚持住没有出棒，这是坏球。听到，这个球稍微削到了好球带，是一个好球。三振出局。看今天投手这种投球的样子，打者只能够等待运气喽。坏球，这是一个坏球，打者忍住了。球，绝妙的好球，球出去了，外野手轻松愉快接到这个球，好球过来了，这个球忍住没有挥棒是坏球，好球，这个球放过了。坏球，这个球回空了。这位选手今天看起来状况不错。这个球早就应该要顶住出棒了。这个球打者还在等待吗？打击出去，中外野手，中外野手，中外野手接到球。球打者愣了一下，好球没有出棒，打击出去三垒方，守得太好了，选手的守备能力真好。这是个坏球，一好一坏。球早就应该要盯住出棒的，打出去了，但像是界外球。
但像是一颗界外球。阿吉出去球，哦，这个球就。绝妙的好球，好球没有出棒，球出去了，安打，安打，是一支安打，打击率很高的选手。打者选得不错，坏球，两个坏球。进外角，好球带，低角度通过，好球带，挥棒太慢，出局。这投手很厉害，他的状况不错，表现很好。这球打出去，打到游击方向，出局，投动太可惜了，出局。他是还在等吗？球飞出去了，游击手拦截住这个球。球飞出去了，守备相当稳定。这个球稍微削到了好球带，是一个好球。球过来了，好球。球很难打，打者三振出局。看今天的球速要。好球，打者愣了一下。打者选得好，这是坏球。好球，怎么原地不动的在等待呢？坏球，坏球，这是一个坏球。挥棒落空，这个球打得太离谱了。这位选手今天看起来状况不错。打者忍住了，这是个坏球。球打击出去，精彩漂亮的美技手，出局。好球，怎么动也不动呢？全离开了好球带的位置，坏球。这个球打出去，打到游击方向，后垒手出局。没有打，让他过去了。忍住没有出棒，这是坏球。好一坏，球出去了，安打，带起了全队的士气哦。打者准备上场打击，上次打击时还打得不错。坏球，坏球，这是一个坏球。球打出去了，中外野手轻松愉快接到球。二垒手接到球传一垒，好球！难道还在等自己喜欢的球吗？这是一个好球，一棒落空，没打到这个球。投手这球投得很好，打者无可奈何。这球打出去二垒方，二垒手行进点接到。外角是个好球，挥棒落空，投手又燃起了希望。打击出去三垒边线的球，哦，好球，怎么动也不动呢？这是一个挥棒落空。
手气势很强，出去。现在越来越精彩喽！球投出，好球！飞半入空，飞半入空。这样随心所欲的让打者，打者的气势很强。上一次打击时还打得还不错。这是好球，经过好球带。打击出去，球，接球。这是一个好球，经过好球带。打的状况不错，表现很好。好球过来了。是二垒手的球，出局。球打出去，二垒手的球，传在一垒出局。打者进入打击区，上次打击时打得还不错。打者还在等待吗？好球，难道还在等自己喜欢的球吗？是一个坏球，这是一个好球，打者却无可奈何。这球够水准，打者一动都不动。球都已经飞过去了，他才挥棒。这个球怎么这么大？这是坏球，坏球。三振出局，掌握时机的能力很厉害的一个选手。这完全就是一个坏球，打击出去，守备球员在追球。外野手千分愉快，检查着准备上床打击。今天这位打者不错啊，好球，这个球放不过了。球，打者还在等吗？坏球，这是一个坏球。打击出去，守备球员在追球，安打，安打。投手不要在乎，要相信队友。比较好，通过好球带。球打出去了。防守球员轻松接杀出局，三个打数，有一支安打，打击状况还可以。好球，早就应该要盯住出棒的。好球，怎么原地不动的在等待呢？三振出局，这位选手调整状况比打者的气势很强。这选手状况不错，球打出去了。中外野手把住，好球，绝妙的好球，这是一个好球，选的精准，快球一颗，打击出去，球飞向左外野，左外野手行进当中接到了球。球，这是一个坏球，打者忍住了，打击出去，守备球员在追球，很漂亮的安打。这选手在今天是他得意的一天。飞棒落空，打者选得不错，坏球，两好一坏。打者大吃一惊，没想到投手会打者进入了打击区，投手太过小心了，投出了坏球。打击出去，球往左外野方向飞过去，左外野手行进，打者进入了打击区。好球，这个球放过了。两个好球，没有坏球。
持住没有出棒，这是坏球。三振出局，真厉害！打者的气势很强，球打出去了。外野手接到球了，投球怎么原地不动的在等待呢？哦，表现不错，这是坏球。低角度通过，好球带。打者三振出局，投手这一球三个打数没有安打。